喂，喂，你在外面吗？去转角饮料店帮我买饮料。你要喝什么？帮我点一杯。纯情小处女。哈？你直接跟店员讲啊，那是隐藏菜单。哪有这种东西啦？真的有啦。什么东西啊？让我出黑。拜。喂，欢迎光临。我要一杯纯情小处女。这是性骚扰吗？